中国我所采取方几只鸭子，北京城什刹海里游荡着几只鸭子，这几只鸭子可不一般，都长着铁锹似的鸭嘴，铁锤似的鸭子，铁匠似的鸭掌，无论引颈斗志滑雪都发出嘎嘎嘎的统一声调，没有人听得懂，不是冷言也不是哑语，而是神子引领指挥着整个鸭国，从鸭绿江到鸭绿藏布江，十几亿鸭子的命运，下蛋不下蛋，接客不接客，浮水不浮水，上岸不上岸，甚至做梦不做梦，都得听从这几只鸭子的指挥安排。其中最胖的那只鸭黄又决定身边鸭的命运，所以身边鸭也整天提心吊胆，不得不各展其技，在雪里滑动翻滚，有的学鸡叫，有的学猫叫，有的说闽南话，有的说温州话，都是最难懂的方言，本无所长，方言变方技也算他们的长项。一套鸭王喜欢宠爱，只要老大笑纳，一时不男不女，半人半妖，竟成鸭国鸭州活命之道。一时禽流感肆虐，鸭瘟泛滥，鸭棚成了茧场，鸭子们伸脖翘腿，黄了一片，只是不明白北京烤鸭怒火熊熊，为什么不把这几只鸭子收去烤了。